意外的发现让他的秘密浮出水面。一个5岁多的孩子，他脑子怎么会有这么血腥的画面？弟弟，告诉叔叔，今天是不是你？妈妈，你说什么？甜甜，你会说话了，甜甜。妈妈拉着裙子跑了，爸爸。静静，哟，你干嘛呀？走。真情劝说，他能否迷途知返？你要告发我是吗？你所有的想法我都知道，但是你觉得你能逃避得了吗？你必须要面对现实，你必须要面对法律。相信法律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。别害怕，有我在。敬请期待《方圆巨镇漩涡之下》精编版第6集。从伤口的查验来看，应该是酒瓶或钝器所击打的。他们两人之间关系不和，存在债务纠纷，所以攀登具备作案动机。你来我家干什么？我要20万。给我一次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。顾峰，我配不上你。你不会一激动把我也杀了吧？像你条件这么好，也不愁找个有钱的老板。我就一小混混，还能值20万？张凌霄的秘密，我告诉你了，下次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方圆巨镇，我是主持人图画。之前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，为了偿还赌债，攀登对高继承的保险柜实施盗窃，意外获得了高继承行贿的证据。攀登呢，就以此作为要挟，想勒索高继承20万元。我限你1天时间，给我准备20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姓高的，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？你别误会啊，你看我都把钱带来了，你快出来吧。晚了，我生气了。结果呢，在交易当天，两个人有了一些争执和冲突，攀登将高继承杀害了，而这一切都被张凌秀看在眼里。那张凌秀该如何选择应对这一切呢？他会讲出真相，向警方报案，还是默默的隐瞒呢？今天我们就接着往下看。咱下山吧。现在下山？老板，我们不找了吗？那你不下山，那你住着，老板肯定是拿到了。那咱回去。走吧。继承不是竞标去了吗？人呢？我问你，人呢？老板不让说。现在人都找不着了，你告诉我不让说，人呢？鹏弟，咱还是说了吧。老板的密码箱被人偷了。你往后说，说点重点了好不好？我说的就是重点。这一点都不重点，你往后说。你懂什么重点？你懂什么？你往后说。你先别吵吵了，你说重点，什么被人偷了？账本。账本。然后呢？然后老板都被讹上了。嗯。什么人？怎么回事啊？跑哪儿去了？秀儿，秀儿，哎啊，你干嘛去了？等了你半天。萍姐，找我有事儿吗？对，我妈从老家来了，给我做的粉蒸肉，我给你送点，您天天尝尝。咋的了？你这？啊，你这？我没事儿，我一会儿还得去接天天下学，我就不请你上去了。哎呦呦，不用不用，我妈还在家等着我呢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热了再吃啊。怎么回事啊？
天天在画什么呢？你画的画真漂亮，能给杨老师看看吗？陈晓，你要不出去玩？出去玩。你画什么？那我看看。陈翔，把画回去。小怪，我画的什么都不懂。哎，齐天。小怪物听我小鸡说，小怪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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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妈妈说怎么了？妈妈，她打我。她打你哪儿了呀？打这儿还有这儿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你爸妈怎么教你的？你随便打人呀？天天怎么了？你是他妈妈，你就这么教育女儿，在学校欺负别人，随便打人的吗？我儿子跟你这样女儿在一起，彻都被教坏。妈妈，我不要和小怪物一起上学了。打人还有理吗？天天，这是卢平阿姨给做的粉蒸肉，趁热吃啊。拿着，哎，尝个粉蒸肉啊！多吃点啊！哎，宝贝儿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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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动啊，别滑着，宝宝。太激动，节哀顺变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尽快把案子破了。我怎么办？你最后一次见高继承是什么时候？我前天他让我给他提20万现金。那天高老板取了钱，让我俩保护他，我们就跟着他的车来到了烂尾楼。结果攀登没来，高老板让我们换地方，我们就继续跟着他的车一路走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地方，最后我们跟丢了。小队，您看一下，高继承生前和这几个人走得比较近。我跟你说呀，检察同志，那个女人说好听了就是命硬，说不好听她就是个祸害。你看最后跟她走得近的那些男的都被她给克死了。那老公莫名其妙死了，现在又是这俩人。高厂长还为了张灵硕和攀登啊干过一架呢。我看呀，就是俩男的抢一个女的，最后打起来了。你看现在连命都抢没了，你说张灵硕是不是祸害？林秀，林秀在家吗？林秀，是我顾峰。林秀，开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林秀，高继承死了，新闻里都说了，今天早上发现的尸体，攀登也被抓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们两个突然就都发生了事情。你好像一点都不关心啊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，你现在出去也不方便，我去接天天吧。
来了，来接天天吗？我去叫他吧。明明啊，对不起啊。嘿，谁叫我们有缘无分呢？都是朋友吗？还是？谢谢你。对了，最近天天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？太奇怪了，你看他总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，有时候连我都不搭理。公安局消炎，请进。高继承死亡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？听说了。昨天下午你在哪儿？都干了些什么？我在家。谁能证明啊？他来给我送饭。对，我昨天下午来给他送粉蒸肉，就这盒。大概是下午4点左右。后来呢？后来他要去幼儿园接天天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之前呢？之前我跟我朋友在一起。哪个朋友？姓什么叫什么？叫顾峰。是这样，考虑到案情比较复杂，跟我们回去一趟做个笔录。但是我一会儿还要接孩子。对，我也得去车站送我妈，她今天要回老家，她那么大岁数了，怕她迷路。人命关天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。你好，我是长春区民警肖元，这是我证件。啊，你好，请问你是顾峰吗？是我。是这样，有案件情况跟你核实了解一下。你说，你和攀登在省城联系频繁，为什么？我老公生前欠他钱，他让我还钱。还了吗？还了。那为什么还纠缠？他让我还利息。听工厂的人说，攀登和高继承因为你在工厂门口打了一架，是吗？你跟高继承到底什么关系？高继承因为张灵秀殴打了攀登，然后攀登偷走了高继承的密码箱，用账本勒索了高继承，对吗？对对对，是。这是攀登用的手机，我们查过了。案发前一个小时，攀登接到过你那个电话，你跟他都说了什么？张灵秀，我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我让他放了高继承。请把那天的情况具体说说，比如你几点找的张灵秀，你们在一起都聊了什么，那天张灵秀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？你们是在怀疑张灵秀吗？所有与本案以及张灵秀丈夫被杀案有关的人，我们都要逐一排查。张灵秀的丈夫也是被杀的，这个不是你应该问的。回来了，天天吃过了，我去给你热饭。不用了。警察那边怎么说啊？没说什么，我有点累了，要不然你先回去吧。你昨天下午去哪儿了？昨天下午你根本就没在家，打了一辆车，匆匆忙忙的就出去了。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，难道你也要审我吗？你怎么了，凌霄？高继承为了我跟攀登打了一架，攀登为了报复他偷了他的账本勒索他，两个人打了一架之后高继承就死了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你满意了吗？那高继承也是为了你才死的，对吗？你和他的关系到底复杂到了什么程度啊？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可以说出来，可以告诉我，咱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。你走吧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。
张灵秀和攀登原本只是债务关系，但是张灵秀说他已经还清了。那么已经还清了，为什么攀登屡次的纠缠不清？张灵秀承认在事发的当天下午给攀登打过电话，知道二人约好了地点要进行交易。张灵秀解释说担心出事才打了这通电话。张灵秀的老公之前被杀，现在又有人命跟他有关，十分可疑啊。可是他有证人顾峰和女工如萍证明在案发时他不在现场。再查一下这两个证人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。根据张灵秀的口供和现场的打斗痕迹分析，我们基本可以还原当时的案发经过。高继成的服装厂一直存在着行贿包括偷税漏税的状况，马上联系税务部门着手调查一下。明白。我回来了吗？你要知道回来啊。站住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在张灵秀家过的过夜？没有妈，你想多了。我想多了，孤男寡女干柴烈火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？我都替你臊得慌。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俩现在走到哪一步，我死都不会同意你们俩交往。不干不净不清不楚这种人不许你给我招进家来。妈，灵秀不是你说的那样，我相信他。我们是长春市公安局校园，来了解一下情况。请坐。你说那天两点到四点之间和张灵秀在一起对吗？啊，是，我上次说得很清楚了。你们在一起都做了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也回答过，请你配合。聊天吧，聊工作的事儿。前不久他失业了，所以呢，我想着帮他介绍份工作。据我们所知，你和张灵秀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。没错，我跟他是在谈恋爱，在一块儿待个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的，应该也不奇怪吧？你说什么？谈恋爱？你个混小子，跟那个扫帚星搅在一起，你也气死你妈呀！啊，警察同志还在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。喂，顾峰，快过来。你来了，你看这些，你看，一个五岁多的孩子，他脑子怎么会有这么血腥的画面？到底是他想象的，还是他亲眼目睹的？你的意思是？你还记得周主任说过的话吗？天天很有可能受了什么刺激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记得，只有找到天天受刺激的原因才可以治好他的病。所以这幅画所画的极有可能就是天天的心结所在。明明，这幅画我先拿着。杨老师，我带陈晓去医务室，你快点去。今天怎么了这是？啊，不怕啊，天天，有叔叔在呢，叔叔在啊，不怕。天天，叔叔有件事情想问你，跟叔叔来好不好？天天，天天，告诉叔叔，这些都是你画的吗？还有这幅。天天，告诉叔叔，这些是不是你画的？告诉叔叔。啊！天天，告诉叔叔。天天，天天，天天，你没事吧？别吓妈妈，天天。妈妈，你说什么？你再叫一遍，妈妈。天天，天天，你会说话了，天天，你会喊妈妈了。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叫妈妈了。来，天天。
甜甜，你再叫一遍好不好？妈妈求你了。妈妈拿酒瓶子打了爸爸，爸爸头上流了好多血，妈妈把爸爸打死了。你别瞎说。我没有瞎说，妈妈拿酒瓶子打了爸爸。甜甜，明秀，甜甜才刚开始说话，你别再吓着她。甜甜妈妈，要不你们先出去，我跟孩子单独聊聊。不用了，我带甜甜走，走，甜甜。林秀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干嘛回家？你干嘛呀？走。叔叔，林秀，林秀，把孩子吓成这样，还有点当妈的样子吗？你不要管。我叔叔。甜甜，林秀，林秀。我请你不要多管闲事儿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。甜甜，你告诉妈妈，那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？甜甜，别怕啊，跟妈妈说，你都看见些什么了？妈妈拿酒瓶子打爸爸，爸爸头上流了好多血，倒在地上。甜甜，你现在听我说，永远都别跟别人说这句话，听明白了吗？甜甜，你要是跟别人说了这句话，妈妈就会被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，不能出来，不能给你做饭，不能陪你上幼儿园，不能陪你一点一点长大，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你想这样吗？不管那天晚上你看见了什么，谁都别说，谁问你都不许说，听见了吗？我要和妈妈在一起。是不是看着很熟悉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是你不明白，还是不想让我们明白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老公是怎么死的？这是个意外，是意外。你老实跟我说，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。明天说的话我听得很清楚，他一定是看见你在打他，然后你还杀了他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不告诉我？难道高启成也是你杀的？那天打完牌回来，正好路过何丽勇家，我知道他肯定又喝酒去了。何丽勇他欠我2000块钱，我就想着翻进去找点值钱的东西，可是找半天什么值钱的都没有。我看见张灵秀在旁屋睡觉，这时候何丽勇回来了，我就跑出去了。我跑的时候，我看见他打张灵秀和孩子。我不要打了，我跟你拼了！告诉你何丽勇，你再动我女儿，我跟你拼命！没多长时间，何丽勇就摔出来了。我老公是我打死的，但是高继成是攀登杀的，不是我。林秀，我不想听这样的疯话，我只想知道事实。这不是疯话，我打死我丈夫的时候，攀登正好看见了。所以他才一而再
再而三的过来找你要钱是吗？他们都把我往绝路上面逼，你根本就无法体会被人虐待的痛苦。我承认是我一时失手打死我老公，我愿用一辈子去偿命。但是攀登，他咬死了我不放，我根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好不容易能有一次喘息，高继承却像魔鬼一样折磨我，缠着我。这不是报应，这是你一错再错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真的没想到，没想到你心里居然藏了这么大的一个秘密。那我还能跟谁说呀？如果我说出来，我就会死。我死了没关系，天天怎么办呀？天天还有我，还有我，我可以照顾他。林秀，去自首吧，争取宽大处理，这样对你对天天都好。我来之前考虑了非常多，哪怕是连最坏的结果我也想到了，其他的我不敢跟你承诺，但是天天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他，我会给他上最好的学校，给他最好的教育，给他最好的成长环境，吃的喝的用的我都给他好的。你相信我，我们两个会一直等你的。林秀，你说话呀。不行，不行，天天已经没有爸爸了，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。你这样躲下去，你觉得自己会心安吗？像这样的煎熬会一直折磨你，一直折磨你的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起来，你起来。姑父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母女俩吧。不是我不肯放过你们，是我放不过自己的良心。这样做对你对天天都是好的呀。你要告发我是吗？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，你要告发我是吗？你是要杀我吗？好，你杀了我，这样就不会对你的安全有威胁了。来，往这儿捅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我对你对天天好。来啊！你别逼我，我都是为了天天，我没办法。你所有的想法我都知道，但是你觉得你能逃避得了吗？你必须要面对现实，你必须要面对法律。要不是为了天天，打死我也不会这么做。别人都说我克夫，说所有沾上我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，我觉得他们说的对，该死的人是我，该死的人是我，该死的人是我。你受伤了，我弄伤你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个好老婆，我不是个好妈妈。
我不是个好妻子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该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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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林秀，我该死。秀，听话，去自首吧。相信法律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。别害怕，有我在。肖队，发现一个重要线索，在案发的当天下午，张灵秀曾搭乘了一辆快车出现在烂尾楼附近，目前司机已被找到。我陪你去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和天天会一直等着你的。天天，妈妈和你玩捉迷藏好吗？好。那你闭上眼睛，不许偷看，数一百个数，妈妈藏起来，你来找妈妈好吗？好啊。乖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不许耍赖啊！我没有耍赖，是你耍赖。记得听古风叔叔的话，知道吗？嗯，重新数吧。嗯，乖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九月九号那天晚上，我和我女儿已经睡下了，没想到她突然回来了。谁回来了？何立勇，我丈夫。他喝醉了，把身上的钱全都赌光了。我起来。你干嘛？何立勇，管我要钱？输钱了。我没有。拿钱。他就抢了我的镯子和天天的金锁。镯子？这个不行，这是我家祖传的，还给我！啊！走，找钱去，找钱！我不要打了，妈妈，妈妈！他对我动手没关系，但是他居然把我女儿给打伤了。不要打了。这个金锁，你等我看看。何立勇，去！姐姐，我当时就急了。告诉你何立勇，你再动我女儿，我跟你拼命！天天，天天，天天，正着急抱天天去医院的时候，他突然之间揪住我的头发不放，
我情急之下就又拿酒瓶子打了他一次。当时我女儿的头流了好多血，我害怕极了，就抱着我女儿天天去了医院。死者受到过两次打击伤害，先是酒瓶打击头部在先，但并不致命，当时死者应该只是休克。通过比对，显然是张灵秀用酒瓶击打留下的，之后砖块敲击额头才是致使其死亡的关键。没多长时间，何丽颖就摔出来了，我没来得及跑，我就趴在他们家菜地里。我以为何丽颖死了呢，我想着贼不跑空啊，我就去拿何丽颖手里的小金锁和玉镯子。醒了，攀登，他吓死我了，我就拿块砖头，我就拍他脑袋，呀呀，拍他脑袋，我当时太害怕了，然后他就撞在砖头上，他又流了好多血。是死了。哎呀，我就跑啊，我就跑，我也不知道我往哪儿跑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了。没想到他就那么死了，我当时害怕极了。我杀人了，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，我该报警，我得报警，没杀人。我想着，是我把何丽颖给打死了，我不能留下痕迹呀。我就想跑过去看看，我到他们家门口，趴着门口一看，让张灵秀给处理了。我怕天亮了之后被人看见，我就把他拖到鱼塘边。扔了进去。想着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了。后来我就知道张灵秀这个把柄了，然后我就拿这件事情要挟他，管他要钱。在何丽颖衣领处，我们发现了一小片指甲组织，和我们从攀登身上提取到的 DNA 进行比对之后显示，就是攀登留下的。指认一下，在故事里我们看到，原来啊，在张灵秀和何丽颖争吵的当天，攀登一直都在门外偷偷的观察着。而在张灵秀失手打晕何丽颖离开之后呢，攀登上前偷取了何丽颖的珠宝，正好何丽颖醒来，这才遭到了攀登的杀害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杀害何丽颖的真正凶手其实是攀登，而攀登呢，当时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了盗窃罪以及故意杀人罪。我们来看一下法律规定，请看，根据我国的刑法第264条，
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，或者多次盗窃、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根据我国的刑法第232条，故意杀人的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而攀登呢，不光有盗窃行为，还有敲诈勒索行为，还背负了两条人命，因此最终他将被数罪并罚。凭那一幅画让顾峰看到了张灵秀内心隐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。在顾峰的真情劝说下，张灵秀终于是鼓起勇气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往。顾峰呢，陪着他一块儿到公安机关去投案自首。也是在此时，从警方口中，张灵秀才得知，原来当天自己并没有杀害他的前夫何立勇。张灵秀呢，如果当时他能够及时的进行自首，那之后的这些担心包括悲剧都可能不会再发生了。面对着生活的磨难，面对着命运的考验，逃离永远无法解决问题，唯有去承担、去面对，才可以获得内心的安宁，也才能真正的重新开始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新生活。这里是方圆矩阵，我是主持人图画，再见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，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，相信吧，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，现在却尝试忧郁，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会过去，而那些过去了的会成为亲切的怀恋。